喂，在忙什么呢？哎，白起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。什么事？也没什么啦，就想问一下你在干嘛呀？我刚忙完。好难得啊，之前每次和你打电话，你都是很忙的样子。我习惯了，对我而言，节假日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差别。那你节假日放假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明天有空吗？不放假。啊，这样啊，真是辛苦。明天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就是上次和你说过那家很好吃的火锅店，本来想和你一起去吃，不过没关系啦，以后也有。不要以后了，我们今天去吃吧。你不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九点以前，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？真的吗？你们平时跨年都干什么呀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，看烟火、聚餐、倒计时，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。啊，来得及。嗯，什么来不及？我说这些都来得及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做一遍。嗯，那我们先去吃火锅。嗯，不行，那个点人太多了，不如先去看烟火。其实后半夜吃火锅也挺好。嗯，都听你的。可是你这样通宵真的可以吗？会不会影响明天的任务啊？不会，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只想跟你一起跨进新的一年。